今天节目非常厉害，我们请到各个领域里面的冠军，而且那个冠军都是那种，哎，这个有比赛，对，很冷门的冠军，太冷门了。对，你有听过什么冷门的冠军吗？还是你有赢过什么冠军？我有演讲比赛冠军，哇，小时候。就是那种什么校长、各位老师，人生就是有梦想，就是每类的，这种的，对对对。OK。然后还有收视冠军。哦，这厉害了，这没得比嘞。广告女王排行榜，她也经常拿冠军。我们都叫播放冠军小 S， 以几千万碾压后面第二名、第三名。哇塞！主持人收入排行榜冠军。哇！我们今天呢，那个邀请来的嘉宾呢，每一位都是有冠军头衔的，一定有的。对，小钟，哎，大家好，钟哥好，来讲一下你是什么冠军？很多啊，我前一阵子去比赛那个客家小炒吃的冠军，我吃了。你如果说你是去炒，我还觉得很佩服你。什么意思？他是秀炒啊，哇，好吃哎！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吃客家小炒，是大胃王的比赛吗？对对对，客家小炒很特别，对。然后我还得过这个《康熙来了》通告王的冠军，有吗？你冠军不是沈玉琳吗？有有有，我是沈玉琳的前一年，他是我之后的。哦，对对对对对对，你确定吗？确定，你可以去调资料，是真的啦。是哪一调？然后还有这个万年单身冠军，你在哪里？在哪里看到这个排行榜的？我自己的自我调查，田野调查。然后前阵子参加游戏呢，就是放屁冠军，我们要比赛，看谁先放屁，就大家吃番薯。好恶心。对对对对对对，我也得到了冠军。可是那而且我还带水屁。我靠！不是，因为屁这种东西，你要收音收得到哎。真的收得到。你番薯吃的多的话，哇，那个声音很响，而且那天很大声，因为我那天刚好穿喇叭裤，有破音的效果，破音。所以请问参赛者还有谁？哇，很多啊，这个 Kid 啊，还有这个很多，反正很多，一些都是一些这个谐星，都是谐星。所以哪一个最让你觉得很荣耀？哇，我觉得通告网。哦，还有一个最荣耀的，我曾经参加过木船民歌大赛的冠军。那个然后当时有谁？有萧煌奇，他被我打败。你赢萧煌奇？我赢过萧煌奇，这是真的。可是他唱片比你卖啊？卖很好，卖很多啦，是真的。但是那时候我是真的得到冠军，我那歌名叫《相信你自己》。好，那林萧欢迎。哇塞！林湘现在完全就是那个流量冠军啊！对啊，刘湘就林湘就是秘法。你说什么？刘湘？你以为我没听到啊？刘湘，楚留香吗？林湘就是流量秘法。对，我就是有被颁过流量密码的冠军，然后之后我还直接从来宾转正变主持人。什么故事？就是因为我只要每次上那个节目，然后他们就可以创下新高。哇塞，这种话你自己讲的，脸完全不变色。他在讲别人的事，哎，怎么这么不要脸呢？他们跟我说的，然后后来，可是你也可以稍微害羞一点吧。对啊，现在整个人变得很骄傲。我每次上那个节目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就破了。记录嘛，所以他们之后就那他之前上我们节目的时候有特别高吗？收视真的有吗？假的，是因为他吗？不是同级的别人吗？谢谢你也让我们节目有创下那个新高。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就是谢谢大家。所以哪一个节目最后就是那个把你一个网络节目就是跟玉林哥一起主持的。对，而且他现在随便 po 一个影片，点击率都是破百万的，哎，爆表哎！你是不是一定会看？有他的话，你的 po， 可是他那个笑完之后，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IG 可以 po 三个半小时的影片呢。没有啦，我只 po 一分钟啦，三十秒那种。哎，我都是挑 po 那种硬，你看太久了。啊，是我看太久了。对，那个影片就是重复，是不是？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所以你知道买这个梗是不是？对，其实是。好无聊。不是，而且他的写真集也是销售排行榜的冠军。他现在红到日本，他写真集卖到日本去了。所以已经超越君君了，是不是？哎，君君啊，君君，对，我君君不是也是？可是因为我们是不同年度，那时候是年度
冠军，然后他们还很惊讶说写真书可以卖到冠军，他们很吓到。嗯，哇，你现在就是人生巅峰期耶。还好，继续努力啦，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正在学习。然后请问张琳，你是什么冠军？我是抓泥鳅大赛，就是国小的时候有那种抓泥鳅大赛的冠军。对，你说在仿你们的自己的学校，就国小，而且你知道那超好超荒唐，就是每一个班级都要派一个代表，然后你就是这样在操场一排，然后就两个水桶就开始抓那个泥鳅，然后看谁抓的最多。从水桶里面抓泥鳅出来，然后放到哪？另外一个水桶。因为这样才可以计算你抓了几只的。对。所以你当时破纪录抓几只？我记得好像20几只有，但是计时的，你知道那很紧张，可是导致于我心中有个阴影，就是我从此不敢吃鳗鱼饭。就是我会记得那个触感，你知道吗？对，你因为这样子不敢交男朋友，对不对？喂，太不溜了，不是啊。我们节目是走质感路线，质感质感是健康节目，哎，我们要报金钟哎。哦呦，都入围啦，节目跟主持人都入围，不是这个节目，是西地想聊，是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所以泥鳅是不是真的很难抓？很难，因为它其实很滑，哎，就是真的很滚溜。然后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个触感。嗯，对。这么无聊的事情还可以讲？对啊，我差点要问他抓泥鳅有没有什么小技巧。因为我们后面可是大有来头的，我跟你讲。我先那个垫一下，垫一下。OK， 好，韩主你是什么冠军？我有一个没有办法，没有人跟我一样得过的冠军。什么？我是班底冠军。哇，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班底调研所那一集，就是他排行冠军。他是第一名啦。哎，我觉得那个不准，因为我没有在里面。你干嘛？我们那时候讲了这样。那集收视好像没有很好啊。还有是林湘上次穿过的，我待会就是要把它卖掉，看看能不能什么标售冠军啊。对，听说他头发卖了70000块，不是我卖的，是球团我们会有一些球员卡跟啦啦队卡，然后那一张是我去年刚加入啦啦队，所以是很新鲜的一张卡，然后里面是有放一根我的头发。但为什么那个头发看起来卷卷的？你又想讲什么？烦很多，你有一种直接讲出来是什么毛啊？鼻毛，鼻毛，毛毛。对啊，就是我头发刚好比较发质比较差。所以你卖到多少钱？就是因为他们是用抽的，然后抽到人就一直转卖转卖，最后就是转卖，我听说是70000块一张。哇！然后他收了4张，太夸张。他所以他现在有你的4根头发，对，4根我的头发。这真的是拔下来吗？就我们那时候刚加入的时候，球团就说，哎，请大家剪一撮头发下来。哎呦，护背在卡里面还是摸得到的？护背在卡里面。你干嘛那么激动？你现在可以过去捏他头发、啊。还是我送你现赚，我送你现赚。现赚。现在说，我可以几万块？我拿一下的话，起码200多万。对啊，70000块不用。哇靠，70000块哇！护背起来，护背起来！我靠，真的假的？70000块，林湘的，真的哎！快收好，快收好，快点！啊，我在卫生纸里，我在卫生纸，好变态哦！这个要收好，要收好，收好。别人没看我们节目的人，怎么会确定这是林湘的头发？确定啊！等一下，在头发上面签名下来了，在头发上面签名，怎么签呢？你要先选米科了。林湘。啊、，Sabrina 是有什么冠军吗？我是小学幼稚园的时候，就是每天都练珠心算，所以那个时候有到珠心算第一名，然后有去澳洲比赛啊，还在幼稚园的时候，就是因为是台北的第一，就是北区的第一名啊，所以就派当作台湾代表去比赛，然后在澳洲打，然后第几名？在澳洲第3名。哦，好厉害哦，真的是高材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科梦波丹的迪尼迪，哇，真的假的？这个厉害，什么？可是那个就是要一直找别人投票，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厚颜无耻，就是每天一直密我的周遭亲朋好友，叫他们转发。然后他是每天一个人只能投一个票，所以就其实很骚扰朋友。哇，可是你这个是有靠那个自己亲友的帮忙，对对，人家林湘那个就是真的粉丝。对，他也有得过冠军，是不是？哦，这个冠军是真的冠军哎，有这个比赛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比赛，我是 Red Bull 纸飞机大赛的冠军。纸飞机？你说折纸飞机是不是？我是真的折纸飞机的冠军，然后是要可以飞得很远。他那个时候很酷哦，他那时候有3个组别，飞得远、飞得久跟花式冠军。
花式，花式就是如果你的飞机可以做一些招啊，或是你可以跟你的飞机，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一些 B-boy 去比赛，对，就是丢出去，他可能 power move 一圈，然后再把他飞机接住，用纸折出来的。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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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各式各样，你可以自己去。然后像有一些人，他们是折那种，你这是纸卡，哎，我那个冠军，这也是纸啊。我那个冠军很猛哎，好好弄一个，弄一个。我那个冠军很猛哎，他那个是比完之后，然后还可以出国比赛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你已经现折了一个是不是？没有没有，我刚刚在后面弄，而且折得好快。对，因为冠军嘛。对，我都没看见呢。对呀、啊，哇，他只是上进去调皮跑，导弹就折好了。对，好厉害。不是这个比赛是真的。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折一个中国风，我做一个龙，因为华人嘛，做个龙，然后我要丢出去，然后那只龙转了一圈，然后我下腰停在我肚子上面。哇塞，不可能、啊！影片全场，这影片炸掉，全场。这影片太值得看了。对，没有影片我们就把它视为说谎、哦。这应该有影片吧？这是真的啦，真的。有影片才相信，没影片就是说谎。这一定要有影片的、啊。那没关系，我现在这边有一台啊。这个飞机射出去，你觉得大概可以飞多久？它不是飞久，它这是花式。哦呦，所以它等一下会有一些东西是不是？对，它可以绕一圈回到我的手上。哦，这个很酷啊！这个要看一下。嗯，真的不要开玩笑。这什么东西啊？你确定？这是要脱水了吗？纸的问题啊，这纸的问题，我。有人？你该不是花式泼水冠军吧？花式夺水冠军。单脚跳，好了，不是因为刚没有那个纸啦，随便乱折的啦。好的，我们来欢迎第一位真正厉害的，真正厉害的。是，那我们来欢迎第一位来宾秉辰。S 姐好，欢迎你好。都走。你先不要多说。是，你先自我介绍几岁好了。OK， 我今天是29岁第二天。生日快乐。所以我们要跟你讲生日快乐是。29岁第二天。是。然后什么星座？我天秤座。OK， 看一下他是什么冠军。赛车，骑摩托车那种。哦，重机冠军。重机不是。哎呀，不是。大胃王。我已经很尽力在今天之前减肥，都来不及，对不起。哦，我知道，四川变脸的。为什么？我看很多四川变脸都是这个长相。真的真的，因为这脸很好变。我刚刚在后面听小钟哥讲话，我就一直在笑，一直在变脸。啊，真的吗？对啊，还会接，还会接梗。相声，客气冠军，相声，不是，怎么了？讲了，要公布答案了吗？公布是吗 ？OK， 我是那个去年我们计程车里面最爱司机北部第一名司机。你们去哪里找的？有谁办的比赛？就那个我们台湾大车队的评比，年度评比。你们自己公司办的评比？对啊。那你干嘛要在节目上讲啊？你是来自入的，是不是啊？我们就全台湾的人都要看哎。这个也是第一名啊！还有。我除了这个，我你刚刚什么最受欢迎的司机是不是？那因为客人可以如果坐过我的车，可以把我加入最爱嘛。那这样以后他就会比较容易遇到我。哦，就像上次节目组坐过我的车，所以我现在才会在这边。就是因为这样子啊？真的？因为你被加到我的最爱。是啊，我就一直跟他们聊天。请问那是因为你很会聊天，还是说你开车技术很稳，还是什么？我觉得又快又稳又会聊天吧。可是有的时候乘客很讨厌司机爱聊天呢。我会观察，又看人家脸色。哎呦，哇，用后照镜跟他聊。有的客人他就回你说，哦，嗯，像这种他就是不想讲话，我就安分开我的车。那你有载过艺人吗？有哎，几年前我载过那个艾利克斯，去那个淡水林口打高尔夫。干嘛讲这么细啊？打高尔夫有想要让大家知道吗？是他怎么骗他老婆？不好意思。所以那时候我们节目组上你的车的时候是聊得很开心，是不是？就还相谈甚欢啊。聊什么话题？哦，他们对我就好奇说，那电视台都拍些什么？
因为这个蛮特别。你是不是很想上电视？没有了，不敢。你不是上电视？你不是来了吗？哦，好了，我不敢什么？潜意识里面有那么一 点小害羞了，有点欲望这样子。所以那这个节目组你是怎么样讲到什么，他们就说好好好，我们下次会请你来上节目。哦，因为我那个就是我的后座，我会贴那个我那个台湾大车队的奖状。对。然后贴在那边，然后我就会跟客人说这个是什么，让客人觉得他是幸运的，就是很幸运到你坐在你的车。对，然后 OK， 然后对啊，就像有些烧烤店要贴和牛的证书一样。对对对，那人家这是有经过认证，然后哎，我除了计程车之外，我其实有在赛车。哇，所以刚刚那个猜摩托车有点接近，但是我是开车的。哦，对，我目前冠军的话，我今年有一次在那个台中力宝赛车场有拿过一次房车计时赛的冠军。哇，跟那个台中树艺赛车场拿过汽车金卡拿的冠军。哇，对，都是今年啊。那我今年总共跑了14场比赛，嗯，哇，然后就目前累积是两次冠军、两次亚军跟4次季军。哇，你都是前三，都是比速度是不是？就对，速度那是一定要的。你有在爱林香吗？你想帮他为你应援，嗯，我的荣幸。嗯，好，要喊什么？秉承，对，秉承加油，秉承。噔噔噔噔噔噔噔，有音乐，好干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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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车比赛，加油加油！哇塞，谢谢。天哪！全部赛车手只有你有林香的应援 ，OK？ 天哪！所以也是冠军了。我觉得我在场上可以快个3秒了，才3秒。好，欢迎。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记得开启小铃铛哦。